有次過關啊，媽媽突然間覺得耳暈，眼前一黑，天旋地轉，仲差啲暈喺街啊！我真係好驚噶，唔通咁啊玩完？好在媽媽咧見到滋補奇珍嘅廣告，佢就買咗嚟試啦。原來滋補奇珍有20种珍貴嘅中藥，可以改善耳暈又補身添噶。老人家最緊要健康，而家閒閒地打開12圈，自己過關同朋友去玩都得，冇再暈啦。告別耳暈，必食滋補，為得健寧滋補奇珍。